飞鸟团。对的。哎，跟起来越来越帅啦、啊。哦，这么跟大哥伯在视讯呢，大哥啊，嗯，这个伯一啊，哇，快，啊哥哥嘞，哥哥跟爸爸，哥哥爸爸，看一下，妈妈有回来吗？啊？他们嘞？妈妈在那边，嗯，你带着爸爸过来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阿伯嘞，啊阿伯嘞。他别在上厕所。上厕所呢？那是太棒。你们这次怎么可以放到酒店呢、啊？那是算什么节啊？清明节啊，就是清明节，然后放清明。讲起来，在清明节让放他们。哦。哦哦所以基督不一样嘛。所以五一还会放假吗？就只有清明节放酒店。那以前不是？